大家好，我是本。刚到山上去挖了一点这个牛大力回来，有个朋友他要生靴的，煲汤吃，所以我就去挖了一点回来，等一下快递寄给他。要洗干净这个泥巴，这个就很大一个了。有些人收到那个四本的时候啊，那个四本吃不完的话就要放到冰箱里面去，不然放在外面的话容易坏。切一下这个牛肝粒，给朋友。因为这个朋友他都买了有5、6天了，就没有时间去挖。这个煲鸡汤，煲排骨，炖牛肉都可以。这种是细叶的，我们这里好多人都是叫做，叫它叫做野莲藕。它煲起来也有一点粉的，就有点像那个野果薯一样的，也有点粉，但是没有那个野果薯那么粉，野果薯就粉一点。有些人不用砍，他就这样子回去用刀自己砍，就整根的给他寄过去。但是有些人他就说，很难切，其实不难切，用刀就砍得动。
还要做好两杯蜜糖去给朋友寄货。